微开满喜，给你这说雷上破欧通。峰峦绵延，溪涧纵横，这里有丹霞千重，也有碧波万顷。这片山水绮丽的土地是如诗如画的连城，白羽、乌嘴、黑角，秋水共长天一色中与落霞共融的是这里独有的精灵。观寨山的险峰奇谷塑造出它一身的骨感清丽，而翡翠般的石门湖则滋养出它恬淡的大气从容。它叫连城白鸭，在公元2000年之前，它的原名则是白雾鸭。而关于白雾鸭的来历，却有着一个传奇的故事。走，可以快一点，可以稍微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啊！慢慢扣点头，慢慢扣点头，扣点头。好，弄不到这差不多了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再下。2020年深秋，应魏传敏熙系列纪录片剧组之邀，在中国网络电影领域独领风骚的向氏兄弟，从杭州回到了老家连城，担任魏传敏熙连城白雾鸭汤剧集的特邀分级监制。机会还可以再低一点，再镜头翘高一点，我们把天空多带一点。我是连城人嘛，所以也非常荣幸刚好受到家乡的邀请来拍这一集的魏传敏熙。对，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呢，就是我们要还原当时白雾鸭的那个传奇的故事。这样大家都准备差不多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期待一下。这是南宋末期的一个夏日，连城的邹老汉家来了特殊的客人，一只白雾踉踉跄跄跌落在鸭圈里。善良的邹老汉动了恻隐之心，为白雾细心地治疗好伤口，然后把它和自家的麻鸭饲养在了一起。几天后，白雾伤好了，但却没有飞走。而到当年秋末，鸭圈里多出了一群乌嘴黑爪的鸭子。由于是白雾和麻鸭结合的后代，人们便叫它为白雾鸭。这是我们方之办的陈老师，这是咱们连城的向氏兄弟。你好，来，陈老师，好像我们那个连城白雾鸭还上过那个厦门金砖会议的餐桌啊。是，那个前两年那个厦门金砖会议的时候，白雾鸭有。根据我们连城县志的记载啊，这个我们连城白雾鸭是世上具有天鹅气质和药用价值的一个鸭种，并作为中国唯一的药用鸭被载入中国情绪保护名录。同时呢，这个白雾鸭还集齐了鸭中国粹、中国名鸭之首三大称号，从而被载入中国药典。在道光年间，连城白雾鸭被当作贡品。剧组随后来到了连城四宝，就连城白雾鸭的药膳历史进行了情景再现。从一个小圈推到
OK， 服装我们把老师衣服再整一整。关于连城白雾鸦可药膳作用的记载，最早出现在600多年之前的元代，一位叫做葛可久的先贤，在他撰写的《食药神书》中，专门提到了一种具有补虚、止咳、化痰功效的奇药——白凤膏，而它的主药材就是白雾鸦，用黑嘴白鸦一只。后来明代的中华药圣李时珍也在《本草纲目·秦部物》中有了类似的记载。白雾鸦一年长成，越老越美味儿。而最为正宗的做法是一碗惊艳无数人舌尖的白雾鸦汤。啊，对，这是最后一个场景算是啊。嗯，我们现在把那个白鸭的制作工序拍一下。好，到了。好，我们来。后方灯光再高一点点。对。好，来。可以。表情。头露一点，对。选一只周岁以上的连城白雾鸭。放入锅中，焯水之后捞起，隔水干蒸20分钟，再加入山泉水漫过白雾鸭肉，隔水炖至约110分钟，白雾鸭熟透。自此，一碗清香扑鼻，鸭肉滑嫩，内含10多种微量元素和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高营养价值的连城白雾鸭汤就完成了。差不多1周时间了。基本镜头都拍完了。对，关于老家的东西，我们都很愿意参与。连城美食特别的，我也特别怀念在外面。对，也是童年的味道。项氏兄弟踏上了归途，未传闽西连城白雾鸭汤的前期设置也告一段落，但连城白雾鸭的故事还在继续。他们秉承祖先天鹅般的高贵气质和神奇般的药用价值，在连城这片地肥水美的土地上不断地繁衍生息，成就为食疗滋补的上品，养育一代又一代的生命。看看前面有没有你要的，发现了先闻一下。它什么栗子？大高了吧？哇，一斤都压力。为啥免息呢？哪里？我是叫你试，不是叫你真甜呐！塞进去吧。不然就鸭子在前，来，就刚刚是小碗的那个我。这才是我们的男主角哈。好，一号啊，九哥。我们现在把那个白鸭的制作工序拍一下。闽西，我们在龙岩等你。我们是项氏兄弟。